得那时候在巡回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在台上那种热情，但是又害怕家里知道。有一次阿信明明我们在花莲表演啊，对，他妈妈打电话来说：“阿信你在哪里？”我在士林逛夜市，而且我妈可能又来。让我们欢迎亚洲天任贤齐，你们好吗？今天很特别，是五月天的生日。我是看着五月天长大的，你们是听着五月天的歌，大家一起长大的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跟五月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音乐奇迹。其实每次看五月天的表演，我记得那时候在巡回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在台上那种热情，但是又害怕家里知道他们在表演，每个人都把帽子压得很低，马莎还把头发拨得看已经看不见他的脸了。有一次阿信明明我们在花莲表演啊，对，他妈妈打电话来说：“阿信你在哪里？”我在士林逛夜市，我马上回去。那是也是花莲的夜市嘛，啊，都是夜市，对对，而且我妈可能又来，啊，信妈妈对不起哦，但当年是我带坏他们的。会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倒退，退回你的我的，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。